昨日十一时许，某周刊官方微博爆出猛料称，某圈内人士指出蒋雯丽与其所属公司男艺人黄轩好上了，姐弟地下情已保持一年多。此消息一出，引出一片哗然。此前有媒体报道称，今年四月初曾拍到蒋雯丽在大连拍摄《爱情最美丽》时私会黄轩，两人关系非常暧昧。据悉，蒋雯丽和黄轩目前同属一家经纪公司，两人去年和今年曾合作过《女人帮》和《白象》，其中在拍摄《女人帮》时不生好感，在拍摄《白象》时再续前缘。且黄轩之所以在《白象》中担任男一号，得益于蒋雯丽的大力推荐。黄轩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，今年28岁，比蒋雯丽小16岁，可以说是隔辈人。黄轩上学时曾参加过《红楼梦》中人选秀，但未被选中，出道后以拍摄电影为主，近两年开始拍摄电视剧，